邊喺我哋開食飯之前咧，我哋有個節目咧就係卡拉 OK 龍鳳大比拼。咁我大概簡簡單單講一講俾大家，希望大家留心。我哋今晚嘅晚會有兩個主題，第一咧就係全民投票，第二咧就係團隊精神。咁一間咧，希望你哋成晚咧就體會呢兩個主題嘅噃。咁我哋而家咧，你哋台面有一張綠色嘅紙，綠色嗰張咧就係卡拉 OK 比賽嘅。咁點樣填法呢？就每台有一張。嗱，聽清。好啦。你哋睇下你哋個表咧，今晚我哋第一位唱嘅就係阿波，有請阿波佢唱《愛的呼喚》啊！阿波係咪郭富城唱嘅？係，睇下你似唔似郭富城嚇？Jenny 你好，叫我唔好咬嗰邊啊！岁月里，仍然是你。